对，喜不喜欢，想不想，想要喜欢的评论区们跟我来说一下。除此之外还有您自己设计的，还有咱们的这个猫猫袜子，对不对？对，如果家里有养猫的同学们会很好奇，如果小猫的脚踩在地上什么感觉呢？啊，我们这次就来了这么一个熏熏设计啊，自带肉垫儿的这个猫爪爪袜子，猫爪袜也是给到大家的，让你感受猫之所感，猫之所感，踩猫之所踩啊哈。猫爪，有趣，很暖和，真的是很适合冬天穿啊。如果你想猫之所感的话呢，体验一下猫之所感，哎，这新词儿，可以拿回家感受一下，试一下。同时的话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另外的袜子、帽子。你看这个也是毛茸茸的啊，很适合咱们。好可爱，好喜欢，冬季限定啊，冬季限定。对，猫毛袜，全都给了大家的，全都给大家，还有咱们的这个怎么讲，围巾，对不对？哎，猫毛围巾，蓝色。是的，我喜欢蓝色，然后这个颜色这个饱和度也不是很高啊，偏蓝紫色，我觉得应该是很舒服的一个颜色，很舒服。下面有两个小毛球，小毛球，这个也是要带给大家的，对，也是送给大家的，请客的，还有一个您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帽子，还有咱们这个帽子啊，对，帽子，哈哈，帽子，它的其实从它的这个设计来看，就看得出来，它其实不叫帽子，它叫猫子。帽子啊，谐音梗啊，朋友们，一顶帽子，这是哪里的方言？这是、就是山东话，喵星的方言，喵星的方言，喵星的方言，喵子，可以，它有。反正也是暖毛茸茸的、暖和的，一戴着你眼睛看着就觉得很暖和，是的，啊、就看得很暖和。告诉大家，戴上去之后是更加暖和的。好，那我们先把它放在这边。这个帽子反正是我最喜欢的，我一戴我就爱不释头啊，爱不释头。又有个新词出现了，爱不释头，学起来，朋友们。爱不释头。既然我们是带来这么多的好东西，不妨我们先抓一个给大家。先抓一个。您比较喜欢。抓一个怎么抓呢？那就是挑一个。选一个，挑一个。哦、对，您想先挑哪一个给到大家？随便都行吗？对，都是可以的。那咱们的亲签是下播之前再通过截屏的方式抽取到给现场的是的观众朋友，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先抓取一个实物礼物，对不对？试鱼。OK OK。想要哪一个？大家想要哪一个？想要我们这样一个捕鱼喵呢，还是想要帽子？想要袜子？好，大家想要哪一个？我们现在现场抽取啊，抓一个啊。好。大家想要玩偶？好，投币啊。叮当，好好。抓哪个是不是？是的，哦，好神奇，抓到这个了，好神奇，好神奇，好，那就这个，抓到了，一定是抓的，肯定没有作弊，肯定是抓的，肯定抓到的，眼睛都是闭上的，公平公正。公开且公开的、啊、这样吧，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因为不太能够去明说这个东西、啊、好不好，我们就把它放到这儿，都放在这儿，所有人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同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朋友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来，大家上一下。天哪，阿古学长一上来就给大家送这么多这样好东西，今天晚上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对，都来参与一下啊，多参与，大家不要离开哦。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阿古学长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新的礼物，新的这样的品，比如说，没错，是一个阿古学长自己设计的假两件的长袖衬衫，我们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长袖衬衫就是这一个，对，很好看，这是我们今天刚刚上新的，但是呢，我想给阿布学长设计一点难度，我们往前来走一下吧，我们往前走一下，好，谢谢啊，设置一点难度，比如说，我们知道阿布学长是一个非常非常深情的 boy， 那您可以选择用深情的方式来介绍这件衣服，或者是呢，因为我个人出于私心啊，很喜欢华尔街之狼，您那个带货这种方式，您可以用比较欢乐的方式，或者用深情的方式，你选一个，或者再问一下大家想那种方式，想要深情方式的扣个一，或者说想要比较 happy 方式的扣一个二，你们想要哪种方式？太可爱，都想，想要深情的方式比较多一些，因为打二的都是二，但打一的是一啊，是不是？打一的就是感觉更有，他们更有这个技巧哈，还要打一二的，打一二的跟不打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啊。因为大家打一二都想说，你这一句是深情的，下一句是 happy 的，
是这样的，那要不阿布，哎，我们这样吧，现在就我们直播间里面好像是一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那这样吧，咱们就按照申请的方式，让阿布局长来介绍一下他自己所设计这张假两件长袖 T 恤衬衫，好不好？来，可以吗？好，好，这是我申请的方式来推荐这，这是我的尺码，对，来，准备好了，来，朋友们，三、二、一，开始。假两件衬衫。一件等于两件，买一件有两件，因为它是假两件。 S 码1.65米，你值得拥有。喜欢吗，朋友们？大家喜欢吗？好可爱，好难受。我在旁边啊，买一件拿到两件，两件拿到一件，我就哇，真的好有道理啊！天哪，是不是啊？这不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假两件呢？为什么呢？对对，有时候你就是，现在比较不是很流行那种叠穿嘛，对不对？叠穿，然后但是你又要买两件衣服，你就很麻烦。我们直接一步到位，对不对？一步到位，一件等于两件，一件等于两件，一件等于两件。我天哪，好有道理，相当于买一送一，哎，对不对？哎，赚了，赚了，那肯定赚啥？你看看，假两件。是的，这样我们先给大家上个链接，好不好？对，来，朋友们，而且呢，今天阿布想跟大家说一下，华衣价格是399块钱，我们日常直播价，当然了，这个是还没有上过啊。对，我们明天价格是259，然后今天因为是您来给这件衣服做首发，肯定要打折，怎么办？肯定要给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好的呀，来，朋友们，259够不够？不够，不够，不行，不行，你们的语气，你们的神态不行。来，朋友们，259够不够？259怎么跟观众朋友交代？我今天来就是要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好，来，朋友们，259，请你们今天不要，今天我们阿普来开这件衣服，到手价，朋友们再给大家减10块，到手价249块钱。来，准备好倒计时，5、4、3、2、1，来上链接，朋友们。上链接。阿普玩嗨了，我的天哪！而且我很喜欢这件衣服，它是那种偏那种美式复古风这种感觉，也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这种衬衣有一点点那种磨毛的这种质感，对，然后它这个配色有一点水洗丹宁那种感觉，是的。然后你看这个好专业，水洗丹宁。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假两件的这种设计啊，又是那种感觉毛毛糙糙的，不是很规则，就有那种不羁。个性，对不对？艺术，艺术 ，artist，art，art，art。而且呢，我想问一下阿伯，因为这件衣服有很多是老粉，有很多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新粉，对于这个 S， 对于这个 study， 我们的品牌还是不太了解，你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还是不太了解吗？对，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个应该是 study 我们最新的 logo 吧？对，就是 study 呢，是我们这个。怎么讲？跟 Number One 的一个联名的一个线，它的起源呢是，我小时候在我年幼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英文名叫 Star，是我当时的英语课外班的老师给我起的。哇！然后因为大家都是起这些什么 Star 啊、Apple 啊、Happy。Banana Orange， 对这些名字，然后我就叫 Star，然后这个名字呢，其实伴随我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所以最开始说我们想做一个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我就想到有这个 Star 的这个元素，因为是我们来做这个联名嘛，然后它 Star 呢，它又比较的单单一个 Star 呢还不够。不够，还能不能玩一些东西出来？我就想到，就是要玩。对，很多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我们综艺的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学分，对不对？对，很多朋友呢还在这个上学的年纪，或者说已经毕业，但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学习不止，对不对？学到老，大家还是一直喜欢学习的，每个人都是爱学习的。对，那学习呢，我们都要去争。学习之心，对，是的，还得是你，因为已经有 number one 了嘛，对，已经 number one 了。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自己心里，其实都应该去做自己心里的 number one。对，其实你只要热爱学习，保持这种求知欲，成为你心中的学习之心。对，我们这个 study 一个谐音梗，这来的这个名字就来了。然后现在这个 logo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S 啊，一个 S， 然后里面融合了这个新的感觉，星星，对，是的，我这衣服上也是有的，对，有一点怎么讲，
科幻感，我有种感觉。哎，是的，就看那种很大片的时候。对，有点 superhero 的那种感觉。是的，哇哦，嗯，好有设计感。你看，哥，你真的，我哭死，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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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爱了，爱了。小智说买东西送阿普嘛，那阿普学长肯定是送不了。阿普学长给不了，但是星星钥匙扣是不是可以啊？星星钥匙扣，这是个什么钥匙扣呢？这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要是买我们阿普学长所设计的衣服的话呢，都会给大家安排这样钥匙扣的。喜欢的话可以去买它。你买这个，买一件拿一个钥匙扣，买两件拿两钥匙扣，可爱的。而且钥匙扣非常非常可爱，毛茸茸的，特别特别好玩。对，毛茸茸的，嗯，毛茸茸的，是。这个是只有今天才有的，明天真的明天就没有了。包括这个价格，您说，包括这个价格也是，今天是249，明天就变成了259了。想让阿普学长来穿一下看一下，来阿普学长，您方便把里面的这个。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赠品不是随便选的。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是一个假两件，这个钥匙扣也是一个假两件。假两件？怎么讲？因为你看哦，这么白，它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胖嘟嘟的。对。然后眼睛在上面，对不对？你倒过来，哎。它就变成了一个爆炸头的一个戴墨镜的一个很狂野的这么一个形象，对不对？是的，假两件，一件钥匙扣等于两个钥匙扣，你正着摆反着摆它就是两件。你要这么 ABC 我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专门选的这个钥匙扣，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你专门选的这个是不是用心良苦挑的这个赠品？就像您用心良苦现在设计这个衣服一样的这种感觉。我们把赠品放在边上去。哎呀，真不错，真厉害，都真厉害。大家都想看一下阿普穿在身上这种感觉。对，什么感觉？来吧，就看一眼，刚只看一眼。其实已经穿好了，已经穿好了，因为这是阿普学长自己设计的，所以说呢，我们待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外套，就是里面是长这样子的，好不好？谢谢大家。来，现在我们这边大家谈一下吧，朋友们，欢迎价格399，明。天到手价259，但今天晚上阿普来到我们直播间到手价249，还有一个小毛球，准备好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谢谢大家。天哪，大家今天晚上真的太开心了，谢谢大家啊！啊，有宝贝说，没扣扣，你们眼真尖呀，眼真尖呀。然后现在的话，我想问一下阿普，其实马上就要过年了，不错。过年是要走亲戚串门的，对呀、啊。您这个时候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外套，就是给大家推荐呢？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外套？那肯定是身上穿的这一件吧。为什么呢？那今天来这儿不就是推荐这件吗？我不可能穿其他的衣服来嘛，对不对？如果就是这一件、因为要我的话呢，是过年走亲串门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能说要给个红包啊啥的、怎么讲、可以把这个money 啊给个红包啊是放到这里面。哎呀，不用不用，舍不得拉开舍不得对，咱们学到了、过年时候就这样来去好不好啊、其实要我的话不光在里面装红包，我还会装一个东西，因为我看到您当时是在里面装了一个小花花，装下了浪漫。像我的话，装得下一份知识，这份知识呢，是阿普学长所写的。有人自林中坠落这本书、我会把它放到这里面、然后回家坐飞机或坐高铁闲没事的时候我就翻一下看一下汲取一下营养的这样一些知识，对不对朋友们啊？人自林中坠落，对对对对，是的，对对对对，是可以放的、来，然后的话我想问一下您当时设计衣服的时候、然后这个灵感包括您比较喜欢您的细节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就是、首先这个是冬季的外套嘛，我想就反正第一要点暖和，对、不仅穿上暖和，视觉效果也暖和，所以外面这个毛茸茸的、摸起来也非常的舒服。然后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对不对？它是一个棉花糖啊，不对，对对对，是一个蒲公英。它自此之后就改名叫蒲公英了。是一个蒲公英啊，是一个蒲公英啊，是的，蒲公英也是我们这个产品线很多个产品的这个都有这个蒲公英的设计元素、我基本上是贯穿其中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元素，但是它如这个整体风格所见，之前我们有的这个蒲公英的元素会比较的随性一点啊、比较的那种感觉更加的自由啊洒脱啊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要融合在我们这个冬季的温暖的毛茸茸的感觉，所以它就很像一个棉花糖，你像棉花糖、对，看起来暖暖的。然后我要确认一个事情是、其实这个包和这个外套其实一体的，是一体的，对不对？买衣服是有小包包的，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也许不明白说这个包是不是单卖的，这个衣服是不是
其实不是，他俩是一起的，证明我们这一期冬季这个冬季的产品线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假两件，假两件，一件其实是两件。你们以为这个包是单卖的，你们以为这个衣服是单卖的，其实不是，他们是一起的。今天晚上主题出来了，假两件，朋友们，太可爱了。对，反正他们就是一起的。其实这个包是跟这个外套一起的，是一起，而且颜色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淡淡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种衣服本身也就偏杏色，任何人男生女生穿，不管是皮肤偏白的也好，偏黑的偏黄的，都是会那种很漂亮，不会显黑的，而且会喜欢衣服里面是那种仿麂皮这种质感。嗯，我可以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衣服的里面。里面对，里面是仿麂皮的，像这样面料的话呢，是更加比较抗风的，又好看，又有版型，又抗风。朋友们，最主要是穿上之后真的是超减龄的。今天呢，朋友们，我们还原价格是399，我们日常的直播价格是329。刚刚我说过，只要是买我们阿普学长自己设计衣服，我们满300减30呀，阿普学长。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这件衣服329减30，到手价是299块钱。准备好倒计到计时，5、4、3、2、1，来上一下，朋友们。直接拍就行了。这件衣服您之前没有来说，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卖329，而且一直卖的还蛮好。329卖蛮好的，真的，因为这个像我们里面像这样的仿麂的话，单纯一件单的衣服，没有加外面这个绒的话，也就是一件单品的话，300多没问题的，我们市面上卖。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棉服，穿着又好看，绒绒的，暖暖的，还加小包包，在旁边还有这样的一个蒲公英设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领子，包括我们的袖口、下摆、领，我们的这个拉链这儿都是有这种蓝色包边设计的，让人看上去就是视觉效果的话，就是整个人是很立整、很板正、很好看的。过年，朋友们，更重要的是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你不得准备上个这个呀，朋友们，使不得，使不得呀！对对对，不要给红包呀！不要不要，开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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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内心是快点，哎，马上叫王阿姨，哎，李阿姨，哎，别，使不得，使不得，哎，这，使不得，使不得，天哪，这，好甜呀，好甜呀啊！来吧，下单会有亲签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是会有安排这个亲签的，好不好啊？但是在我们这次直播的收尾阶段，收尾的时候，想问怎么做能够见到阿普？现在直播间里面你正在收看的就是我是谁啊？我是真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模特，是真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样才能够见到阿普？你现在在直播间就能够见到阿普了。来，现在我们又开始了，来，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链上一下好不好？来，朋友们，还原价格是399，我们日常329，今天的话满300减30，到手价是299块钱。准备倒计时，来，5、4、3、2、1，来上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平常这样尺码，来，165120是 S 码，170140 M 码，180150 L 码，185160的话咱们是 XL 码，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去拍，大家喜欢去拍好不好啊？而且大家的话都是有这里的，好不好啊？来，阿普学长，真的我们直播间，如果说下次想见，下大家想见你的话，就是可能就刷不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点点关注，对不对？对。哇哦。怎么我关注点起来，不声音不声音啊，朋友们，关注点起来，把关注点一下，把灯牌亮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啊，朋友们。今天晚上呢，阿普学长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这样一个好东西，比如刚刚我们那个玩偶是已经给出去了，是你给出去了的啊。来，现在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主题就是新年穿新衣，也是我们的阿普学长来进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上半身的棉服包括我们的这个内搭给大家来搭配好了，那裤子也要给大家来选一个裤子吧，咱们的阿普学长也是要选个裤子，对不对？当然就是身上这一条，对不对？是的，是的啊，哪个是这花？怎么是？就是放在那个包包里，可以复刻一下那个造型。对呀，来，我们复刻一下这个造型。把花，把礼物放在这个小包里，还是熏熏的花，带着淡淡的香，太好了，好浪漫，好浪漫。这个包里不光是能够来装上咱们的这个红包呀，还能够放上浪漫，还能够装上书，装上我们的学习，好不好？这个衣服是给这个包包的，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对，他们是一起的，但是你想对这个包做什么呢？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插花。你也可以带他去买菜，也可以拿他去收红包啊，收红包，更重要的是收红包，对对，朋友们。好，来，现在的话呢，由阿普喜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咱们的裤子了。我听说这个裤子也是融入了您这样的小巧思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小花花，比如这个小花花，其实它是
一看呢，它是一个像这种雪花，嗯，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冬季的这个限定的这个设计嘛，整个氛围是比较像搭的，想要融合一些这个冬季的元素，那肯定就一下就想到了雪花，嗯，对不对？所以它这一个整体造型是一个雪花的这么一个刺绣，嗯、但是细看呢，它其实是用这个。很多的星星组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元素，我觉得还是一些小巧思。是的。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用上了我很喜欢的这种泼墨的这种设计。对，就是很随意的，很随意的这种感觉，一点上就行。对，是的。其实随意的有时候会出来不一样这样的效果。对，有宝贝说的是烟花，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有时候像烟花，我觉得这个裤子很好看一点是，就光这个小星星上面就是不同这样的一个，每个人看上去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这种感觉。有人看上去是雪花，有人看上去蒲公英，有人看上去的是烟花，所以说这个裤子也是抹布学长所设计，就是千人千面，所以这才叫一个艺术品，是不是？而且呢，这个裤子版型是比较的挺阔的，直筒型的，不管是您的腿是偏。肉肉的，哎，都是可以来穿的，非常的宽松啊，比较宽松，就是大家口中经常说到的肥裤子，肥裤子，原来你都有，很舒服，原来你在看，很宽松，来吧，嗯，来，现在呢，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来上一下咱们的裤子链接，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朋友们，还价格是499，499，是的，这条裤子划线价格，那不行，怎么办，阿婆？不行，不可以，怎么办？499，实在是还是。虽然我觉得物有所值吧，但是499还是一个偏高的价格。它版型面料真的是值，它不掉色，真的很漂亮。它很值，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还是有点高。今天我来了，怎么办？不能按这个价格走。好，朋友们，这个镜头好好玩啊！来，今天朋友们，阿布局长说了，499不要，咱们300多也不要。阿布局长今天在我们直播间200多也不要，到手价199。来，准备好，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真的，大家说，是的，买裤子也是给到这新钥匙扣的，好不好？现在说普罗旺斯牛排已经出来了，是的，199，大家想要去拍的，而且现在过年冬天了，你可以像这裤型本身偏宽松型，可以在里面搭上一个秋裤。对，哎，你穿秋裤你也不会被别人发现，对不对？对。而且作为肥裤子专业户，我说实话，这是我穿过的，我觉得，很舒服，然后也很好看的肥裤子了。它是偏那种偏宽松型的，我觉得。偏宽松、嗯。我也喜欢穿偏宽松型的，因为我的腿这边不是那么的漂亮，所以说我穿宽松的话哪里不是很漂亮？就是显得我的上半身比较瘦一些些的，然后整个造型是比较的不错，然后再搭配上一个咱们的这样其他的任何鞋子都是可以来穿到的。就是它就是这种宽松的就很百搭。是的，对对，而且很百搭，像这样裤其实可以，牛仔裤一年四季皆可穿，后面它是不会掉色的，你放心穿就行了，而且呢版型面料都给你来给把关的，好不好？再来说一下，今天我直播间朋友们到手价199，我们这么来上一下，好不好？来，准备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谢谢大家。是的，是的，来，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没点关注的，我们再可以把关注先点一下，灯牌先亮一下啊！哎，大家给你送个小礼物，然后你头上会刚刚是个小猫咪这样的形象，好可爱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再给我们看一下，刚刚阿布学长没有看到，我想再看一下，我想再看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好，然后有宝贝说在评论区里面说，还想因为我们您里面的衣服是今天刚刚上新的，还让大家还想看一下您里面这个衣服，里面这一件假两件。对的，没事，我把浪漫捡起来。好，把浪漫捡起来。好，我们的这个上身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了。是的。嗯。来，我们再把这个假两件，今天我们主题就是假两件。假两件。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假两件上一下，好不好？来，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哎，阿普学长，如果说像您的话，如果说这个衣服您是有宝贝说，哎，我什么时候可以穿？我过年了比较冷，可以穿吗？过年比较冷，可以穿啊，你可以再穿个外套嘛，对，再跟我们外套一起穿的嘛，是的，这样就是可以的了。其实还对，就是它这整个面料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就是也是比较保暖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上半身有一个这个毛茸茸的这个东西，毛线针织这样的设计。而且呢，因为我们的面料，它像这样的面料是不是那种容易褶皱，它是那种比较偏磨毛的，是那种好的棉的，才能够做这种磨毛的这种质感，才能够显示出这样的挺阔这样感觉的，不会轻易皱的。它不会很皱，就是它不是像那种很精神的那种衬衣，是那种比较脆的那种，就是那种面料，就是一褶，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褶皱。这个就是很舒服，就是它不太容易去起那个褶子呀、印子啊，对什么的，对的，版型又好，颜色又好，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像那种泼墨的山水画一样感觉。对，然后再把这种格子的纹路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针织毛衣这样的感觉。哎，那如果说大家说，那UP学长，我下面可以搭配什么样的一些搭配呢？比如说裤子什么颜色的？什么都可以吧，我觉得，就是因为上身它本身是一个偏浅色的，我觉得浅一点就是那种偏冷色调的。你下身我觉得什么样的裤子都还挺好搭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腿上牛仔裤也可以。对，哦，原来要让我说这个啊，这个裤子是很好搭的。对，是的，不光可以穿牛仔裤，还可以穿到，我们可以往中间站一下，往中间站，不光可以穿牛仔裤，然后可以穿我们的这黑色裤子，包括女孩子，然后穿个短裙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来，现在朋友们，我们再把这个给大家上一下。有宝贝说啊，我们其实UP学长，我们一个同事啊，有点私心。就是他比较喜欢看《明学期》里面您那个《华尔街之狼》里面，就是这种独特的讲解的方式，他想让您用比较 happy 的方式再来讲解一下这个假两金，因为这是新上的新品。happy 的方式就是那种感觉，就硬来啊！这个节目上那个环节，我觉得已经很硬来了，现在这个直播间这么硬来，我先起个头。怎么？我先起个头。好，你先来，你再打个样来。好，三二一，开始，朋友们，现在阿普身上穿的这件假两件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上新的。它的好处是在，朋友们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要说话，请听，自己感受，自己感受。哦，它的灵魂，它的灵魂。哦，天哪，天哪，到你了。你的表情是这个工作也不好做也挺辛苦的，我觉得你来了我开心，我平常不这样，你问他们平常不这样啊你比我能放得开到你了，就这种 happy 的，我们用这种 happy 的方式，真就来啊你这个调起太高了，什么没事，不强求比如说那就我来来来，你看，朋友们，听，朋友们，不要看，不要看，朋友们，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你听，闭上眼睛，然后呢？天哪，听什么？它这个它是格子的，它竟然是蓝色的格子的，天哪！而且我们再仔细睁开眼睛，慢慢的来看一下，慢，它是这种，朋友们是这种磨毛的质感的，而且上面这种针织面料的，我的天哪，朋友们！我觉得阿普的灵魂被你提起了。对，其实你是灵魂提取器本器，你是灵魂提取器本器，你提取的是观众朋友的灵魂，就是观众朋友们都笑死了，你看，好开心，很开心。阿普不理解，但是阿普在这儿啊，不要为难啊！来，现在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的价格，好不好？因为今天是8点钟，UP学长来之后，我们把新品来到我们直播间，还原价格呢是399，然后呢，我们明天是259，然后今天首发价格是249块钱，买一个衣服，还有一张小毛球，来，准备好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好。是的，然后呢，现在朋友们，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拍，然后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跟主播来说一下啊，然后的话呢，UP学长，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衣服，您可以给大家搭配一下我们第二件，比如说新年的新衣服，想不想穿我们另一款新衣服想不想看这个UP学长穿我们的新衣服呀？是一个紫红色的，可好看了。想不想看？想看，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呢，那我们就让UP学长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换一下新的衣服，好不好？换衣服了。好，来，谢谢。好，朋友们，遇到我了。
现在没点关注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下。同时，今天只要是我们 UP 主所设计的衣服的话，我们是满300减30，比如说我们的星星的包的衣服，还原价格329，然后今天我们直播间到价呢是299块钱，329减30是299。同时呢，我们是满500还给咱们的这保温杯一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里面去选，我们的衣服啊鞋都是可以的，满500咱们是安排保温杯的。同时大家可以去把我们的衬衫加上星包外套，到手价呢是249，加上我们这样一个价格是548块钱，好不好？也可以把衬衫加外套或加我们的这个牛仔裤一起，到手价呢747块钱。同时我们该给的小毛球是给的，满300减30也是有的，还有满500给保温杯也是有的，好不好？来，妹妹拿保温杯，谢谢大家。大家朋友们，谢谢大家啊！朋友们，让阿普待会儿想比个心，是不是啊？等一下，谢谢大家啊！来，朋友们，这个是我们满500给到的保温杯，买500给到保温杯，好不好？316不锈钢的，我们还原价格是149。然后今天的话，咱们不要 money 是我们的万的那万衣服，你可以去看一下，拍一下喜欢的，加到购物车里面一次性付款，直播金额咱们是满500的，哎，这就给到你了。但是的话呢，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 UP 选手设计的衣服，它的这样的一个是更加划算一些，满300减30。同时呢，朋友们来成表看这边，165120选择 S 码，170140选择 M 码，180150选择 L 码，185150咱们是 XL 码，按照尺码来拍就行。我们的衣服的话都是有这个的，还是有这个的，好不好？谢谢大家。是的，然后大家可以 copy 我们 UP 学长第一套同款穿搭在1、2、3号链接，是的，下单更划算哦。是的，1号、2号、3号链接，大家可以一起去下单，能够，朋友们，你买一件一个这个小玩偶呀，你买两件两个小玩偶呀，你买三，这不是三个小玩偶了吗？对不对，朋友们？谢谢大家啊！杯子不是吸管的，直接喝就行了。杯子不是吸管，直接喝就行，也可以把它拧开，大口的喝水都是行的，都是行的啊，朋友们。来吧，1号、2号、3号去拍。同时，在我们直播间，朋友们没点关注的，可以把关注键点一下；没亮灯牌的，可以把灯牌再亮一下。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我看一下啊，1号、2号、3号链接都是我们 UP 选手所涉及到的衣服。比如今天在我们直播间1号，我们的。这个是3号链接，满300减30，到手价是299块钱，好不好啊？阿普在旁边换衣服，马上就要来了啊，马上就要过来了。再来看一下尺码表，没问题的。来，165120是 S 码，170140是 M 码，180150咱们是 L 码，185160咱们是 XL 码，按照这尺码来拍就行。咱们都是有这个的，都是有这个的，好不好啊？是的。是300减30，后满500是吗？朋友们啊，是的，朋友们，来，快抓紧时间，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1号到9号都可以，我们把那个弹幕来刷新一下，谢谢大家。好，把弹幕刷新一下啊！来吧，朋友们，今天怎么拿到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点关注、亮灯牌，朋友们啊！姐真太兴奋了，你开玩笑，你来这你更兴奋，你来这你更兴奋啊，朋友们！姐休息啊，休息不了一点。这时候谁休息？我不休息，我才不要休息啊！哎，裤子差吗？没有了，能跟大家再加一点吗？没有了，啊，裤子差的话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外面空了，天哪！大家正码正拍哦，正码正拍就行啊，好不好？来，要拍的赶紧手势加快哦。好，来吧，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阿普学长已经换好新衣服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普学长，欢迎。哦，刚才什么被卖完了？什么卖完了？裤子的差两码没了，一个二个。以前经常说什么我穿肥裤子，不要穿肥裤子，买肥裤子买的比我还厉害，这些人口是心非。主要是你设计的好看呀，的确好看。你设计的比其他人设计的好看一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好，阿普学长带着我们的新衣服来了。其实这个衣服的话，总共是有两个颜色，然后一个呢是蓝色的，这个衣服你超爱的。对。然后我在那个跳地旅二里面看到您穿这个蓝色的衣服，是不是啊？然后我还今天的话上了一个粉紫色的，但是，他们楼下，他们下面在说阿普好帅呀，阿普好帅。那凯文当时对不对？这是在我们跳地，这就是咱们这个跳地的这个广西之行里面的
这个有的造型就是穿了这件衣服的，是的、嗯，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颜色啊，也很百搭，嗯，外面搭什么外套，好软和，都很舒服啊，视觉上面什么的，是的，这样吧，阿虎学长，好不容易来一趟，对，为难你吧，为难你吧，怎么要再穿一层，就穿成假两件什么，要干嘛？不是，咱们这样子、嗯，咱们俩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衣服。好，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你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对。然后呢，是我开唱，是一个成语接龙这样的游戏。我先说一句，我的那个字的末尾，就是你这个、这句话的开头第一个字。比如说，来喽，朋友们来了啊，这件毛衣很有质感，您用感。作为这句话第一个字来开头，敢，敢不敢买一件试试？试试就试试。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面料是圈圈纱的质感，穿上去很舒服。服，服装设计就看我们 Stardy。哇哦，的确不错。的确不错，的确不错。我们是有两个颜色，蓝色和粉色，色香味俱全，一件顶两件，件件都好穿，件件都好穿，而且我们的上面这里还有一个抽绳的设计，对，记。你记不记得这个心？记不记得这个心怎么绑的？他们好多人在问呢。这样吧，我们后续我今天的话也时间是紧迫的，我们后续我们发视频，好呀，好不好？好，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Number One 的，对。但是后续会发这个星星领结教程哈。对，所以刚刚是咱俩谁输了？你跟我聊天了，咱俩谁输了？你输了啊！我说记不记得这个怎么绑的？你说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发一下教程吧，是不是？好有道理，好有道理，我在这儿，我还刚还说你来了，我为难一下人家吧。没想到吧？好，结果哎，到我这儿，哎，到我输了。但也不算是你输了，因为你之所以刚才这个游戏中落败了，是因为你也心系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也是关注到观众朋友的这个需求，大家都很在意这个领结怎么绑，对不对？作为一名合格的职业的主播，应该是心系观众，以观众的需求为上，对不对？什么游戏输赢不存在的，对不对？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这样吧，阿普都说这样了，是不是？刚刚您说你说啊，刚刚阿婆给大家给了好东西了，我这样吧，我再请播客好不好？我们再抓一个，阿婆你来抓，我来抓，对，围巾或者说帽子，您来抓一个帽子吧。行，哎呀，阿婆真的好事、哎、就好爱这个帽子。行，这样吧，朋友们，多的不说，少的不唠，哎，这句话好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咱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咱们一起来参与一下，多的不说啊，朋友们懂的都懂，好不好？来，我们的福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来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来上一下。是的。好。幸运儿哦。看到底是谁能够来拿到咱们这个帽子，好不好？真的好喜欢帽子，而且阿福兄，我真的好喜欢这件衣服，它那种圈圈纱这种质感，而且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它其实是蓝色，远看是蓝色的，但其实仔细看的话，它们有一点那种发黄色的、发绿色这种颜色混纺在一起的，这样的话细节看上去是更加的显白的颜色。是的，是的，而且呢，在我们的左边这儿也是有您设计的这个。对。但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设计蛮神奇的，别人家都是在帽子上穿上绳，但是它的话是在这儿穿上了绳的，还蛮神奇的。对的，对啊、好的，对，就这么神奇，这、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打个星星领结，对不对？对、哎。所以这个教程一定要发呀。发、这个是喜欢你的一位粉丝，然后他今天下午研究了一下，这是他帮你来打的。哇、哦，谢谢。肯定是。好不好看？很有心意。是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有心了。是的，刚有宝贝说、姐姐能不能够让阿普，然后给我们大家来比个心啊？比个心，这个五角星手就手比心就行啊，也行。这个怎么比啊？
您穿这个新衣服，给大家来比个心就可以。哦，这个心哈，前鼻音的心哈，心哦，心。好，前鼻音的心。好。好不一样哦。爱看，喜欢看，喜欢看，爱看。脸都不要脸红呀！是不是谁搁这儿能不脸红？你说谁搁这儿不脸红？来，朋友们，今天我们链接再来上一下，好不好？我们还原价格是399，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价，朋友们259元，准备好的就是5、4、3、2、1，来上一下，朋友们。是的，两颜色，天蓝色还有粉紫色 SML XL， 我们的颜色都是全的。蓝色的话呢，不行，比较喜欢穿的，然后出现在跳跃我们节目当中的，然后粉紫色的话，今天我们学生来带来新的粉紫色，行的话我们去拍它吧。好，来吧，咱们看一下下一个，我们来上下一个好不好？然后下一个的话呢是您，哎，前两天我在看您某一场自己直播的时候，对，穿到这一件衣服。对，我也好，我自己在家里直播间的时候也在穿这个衣服。大家眼熟不眼熟？眼熟打个眼熟好不好？眼大眼熟好不好？来，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衣服的时候有什么灵感？就是哇，突然间就是什么了，我就灵感就在这儿。其实，这个它整体的这个怎么讲？它是一个棒球服的一个基调哈，一个基调。因为之前感觉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棒球服这种感觉的，对，就是很适合穿出去，也很适合在家里穿，就是也很百搭，怎么搭都行，也很运动。然后再结合一点我们这个，我们反正冬季的这一条系列呢，都是很温暖啊，很可爱，就是毛茸茸的感觉。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毛茸茸的棒球服啊，毛茸茸的棒球服。然后他还用了一些这种拼接的。这些面料这里是皮的，对 ，PU 皮的，这里是 PU 皮的，对，对，所以在棒球服上面，我觉得也不算特别常见的一种材质吧。然后它用了这种拼接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整体还是很有设计感的。然后它的很多地方也有一些小小的设计，比如说这里是我们 Starly 的 logo， 然后在它的袖口还有咱们。Number One 哦，在这里，对，是一个刺绣。Number One 的刺绣也在这里，而且因为是冬天了，很多大家说我怕冷，而且阿普还比较贴心的在里面给大家设计一个夹棉的一个面料，很暖和，这个真的很暖和。是的，阿普自己在家里面直播的时候也是穿这件衣服，是很好看的。来，姐妹们，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棒球服的一个款式，您一年四季除了夏天不能穿之外，春天、秋天、冬天都是可以来穿到的。来，这个的话我们还原价格是599，然后今天咱们直播间朋友们到手价是299，同时还能够拿到一个小毛球，好不好？来，直播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是的，好多人说这个衣服可以穿到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它其实如果说里面单穿一件比较薄的秋衣的话，打底的话5度以上没有问题。如果你可以穿到里面穿毛衣，或者说比较冷的话呢，穿个秋衣再加毛衣，那0度以上都是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啊？来，现在呢，朋友们，我这样吧，有宝就说，主播，我想让阿普来说一下这个号，我这样我说165120，你说穿 S 码这样子，好不好？来，大家看到了，大家看到了啊！来，165120进行选择 ，S 码；170140进行选择 ，M 码；180150进行选择 ，L 码；185160进行选择 ，XL 码。好的，朋友们，大家说，大家听到了不？大家想说，大家想听宝宝请下单，我刚刚看到了。不是，这是什么梗？不是公主请下单吗之类的？他都懂，对镜头，对镜头吗？公主请下单，这个太夸张了。大家都说，哎呀妈呀，怎么会啊？是的，他说公主已经下单了啊！来吧，朋友们，这个的话呢，喜欢的话去拍它，它是现在可以穿回家的，而且呢，它这个颜色就是偏白色，然后偏蓝色，有一点灰调在里面的。朋友们，不管是男生也好，女人也好，穿上去之后都是很显白的，而且真的是很减龄的一件衣服，很减龄。而且朋友们，里面给你做夹棉的，可以机洗，可以水洗，这样单穿的话5度以上没有问题的，加毛衣加秋衣0度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来，谢谢大家啊！好啊，有一些南方的宝宝可能说想要轻薄一点的外套，有是，那肯定是有的。知道。这个学长
这个衣服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个衣服，哎，我可是时时刻刻关注你哦。有几次线下读书会的时候，您穿在身上的，这肯定是穿过的，对。而且这个应该是秋冬线，您首先设计是它。对，应该是很早上线的，是的，一件，就是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这种牛仔外套，也很百搭啊。嗯，既然已经有很多牛仔肥裤子了之外呢，那怎么能没有一个，牛仔外套来搭配呢？对不对？肯定是需要的。然后这个上面，也是用的这种，一个蒲公英或漫天星的这样的一个花，对，我们把蒲公英、五角星还有满天星就融合在了这么一个图案里面，然后这个图案也是贯穿着整件衣服啊，对，到处都有。然后除此之外呢，啊，对，其实就是这个。其实你仔细看呢，它是一个蒲公英，就是一个正在飘走的蒲公英啊，一个正在飘走的蒲公英，也像烟花似的。然后对，也像烟花。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就看到什么。所以说，对，我就说这次是个艺术品。对，而且今年过新年了，要放烟花，你看到的就是烟花。对，对你今天，想做一颗随风飘荡的蒲公英，它就是一个蒲公英。蒲公英，心里想什么，它就是什么。哈哈。宝宝说可以用这个毛衣穿一下这个外套吗？想一套买。想一套买。一套买，看一下什么样子。来试一下，谢谢。对，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配这个牛仔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还是很。帽子拿出来。这一套好看嘞。其实也是很合适的啊。好好看。看着就暖和。好不好看？哎，是好看的耶。好看，对，真的好看。是好看的耶，朋友们。哎，阿武学长，我想问一下，其实做秋冬设计款的话，有很多个，比如说牛仔布的，但为什么您要选择一个这样牛仔这样一件衣服？就是因为是喜欢，喜欢嘛，是，对，而且很百搭嘛，然后又不容易皱，然后又想怎么洗怎么洗，买一件可以穿很久。而且我觉得这个衣服有很多人说，有很多人来到我们 Number One 说 Number One 能不能够设计一些款式比较小一点的这样的码数，能够对160以下女孩子是比较友好的。是。然后这个衣服真的是对160以下女孩子比较友好，因为 S 码的话就比较偏小的，而且呢这个款式不管说这是 H 型的版型，不管是肚子上有肉肉的也好，然后你不知道今天怎么搭配的也好，朋友们，您春秋冬啊，冬天可能有点过分了，春秋您出去穿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套其实就可以了，这就可以。而且这个衣服当时我穿它拍了很多视频，大家底下一致的好评，说就是这种衣服是那种港风的复古这样感觉，真的很好看，很百搭，好不好？大家都在说阿普帅，阿普喜欢阿普帅，好不好？人靠衣装还是衣服好看，反正牛仔衣这种怎么都不会过时了。对，怎么都会过时，单穿也可以，搭配上咱们里面的粉紫色的衣服也可以，然后外面的话，现在到秋冬过年时候，外面搭上咱们的羽绒服、棉服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好，来，现在呢，朋友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华英价格是599块钱，贵不贵？那肯定是贵啊，虽然这件衣服我觉得值这个价，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们还在读书啊，或者刚步入职场啊，599买一件衣服还是有点高的，还是有点高的。那怎么说嘛？怎么说嘛？怎么说嘛？来，直接给我对半砍。好，朋友们，阿普学长说了，使不得，阿普学长使不得，虽然你来一次，使不得。今天我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要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把价格给你们弄下去，是不是？打下来，打下来。好，来，朋友们，阿普都说了啊，来，今天呢，我跟对半砍，是不是？好好，尽量满足啊。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到手价279块钱。来，准备好倒计时，5、4、3、2、1，这还不够。我们的阿普学长，今天290到手的话，还有一个小毛球，还是会跟着衣服一起来到手的。小毛球。对。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是没有问题的，还行、朋友们，阿普学长说还行，我们的直播间会继续努力的，好不好啊？来吧，朋友们，我是觉得这个衣服的话，不光是我们的面料款式版型它真的很遮肉肉，包括我们的五金也是设计的很棒的，我们的小扣子呀，就都那种比较复古风的，对，尤其是女孩子哟，朋友们，在春秋或者在冬天的时候，你就是烫一个大波浪，朋友们，我的天哪，你在这涂上，再戴上个墨镜，再把那个口红涂的稍微的红一点点，你拍片真的这个衣服真的很出片，这相信我真的很出片，它真的是那种复古风这种感觉，好不好？来，朋友们，我们再把这个链弹一下，我们就过掉了，好不好？来，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有宝贝说，阿普，我今天就穿了这一件，今天就穿。有宝贝说，阿普，我今天就穿了这一件。就穿着这个衣服在看我们这个直播、是的，你瞅瞅，这不是梦幻联动了吗？对不对啊？对，梦幻联动了。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里面搭毛衣，都是可以的。来，接下来的话，再给大家继续上一个好的衣服。来，谢谢。有点的热，我知道。是的，阿普这件毛衣在我们三号链接哦。是的，我这个毛衣在三号链接。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哎，朋友们，给大家来上一下这个小香风的外套。小香风。对，这个衣服也是在很多机场路透照里面能够看到你穿它的，穿过很多次了。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小香风这样的感觉？小香风嘛，小香风嘛，富贵嘛，就是让大家就是穿着好看的衣服，感受一下这种风格的衣服啊。然后其实，虽然有这种小香风的设计，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衣服的 logo 像 Number One， 其实也是藏在这些地方的。是的，而且它的面料摸上去也是我们日常那种小香风，其他面料可能是比较滑的也好，加上一些圈圈啥的也好，但这个面料摸上去这种很有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实是有两个颜色的，一个是蓝白色，还有一个是香槟色。然后呢，其实我们阿普学长平常穿的也是蓝白色的，我们是看的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来，朋友们，这个衣服有宝贝说，那您这个衣服您要搭配的话会怎么搭配，或者说会出现在什么样场合里面穿这样的衣服呢？这什么场合都行吧，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已经视觉元素比较丰富了，你可能内搭就比较简单一点，穿一个白 T 啊什么的都可以就行了。然后裤子的话呢，那当然是可以，当然跟我们这个牛仔裤是很配的，虽然说 XL 码已经没有了，但是 SML 码都是有的呀。 XL 码没有了，哪个 XL 码没了？就这个裤子 XL 码已经没有了。 XL 码先卖完。是的，一个二个的天天说不喜欢肥裤子，结果是 XL 码的肥裤子的 XL 码版先卖完，先卖完，天哪！来吧，我们这个我给大家上一下链接。来，这个划线价格，朋友们499块钱。然后今天呢，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到手价是259块钱。来，准备好到手，来准备好上链接，五、四、三、二、一，来上一下。是的，是的，这裤子很好穿，但阿普都发现了。牛皮章说他都知道，他都知道，太可爱了，是太可爱了。朋友们，这个衣服的话呢是比较适合春秋的时候来去穿的，因为里面给大家做这种淡淡的这种夹棉的，一点这种薄层这样夹棉的，薄层夹棉的，单上的话可以穿到个12度或15度往上都是行的，好不好？如果比较偏冷的话，里面可以套个我们的毛衣，都是没问题的，都没问题的，好不好？大家还想让我们的阿普上身来试一下？好，这件衣服其实也是穿过很多次了。是的，在很多机场路透照里面都能够看到这件衣服。好，这个颜色也很搭嘛，对不对？好好看，喜欢。非常的贵。我们的衣服后面还有一个小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 Starday 的 logo 啊。是的，本来以为说这蓝色和粉紫色能不能穿呢？其实搭上去之后真的很好看的，是不是？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是的，所见所得。因为我会说买几件衣服能够给阿普呀？给不了，给不了，给不了。但是今天的话，给不了。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是有阿普的亲签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好不好啊？来吧，我们再把衣服谈一下。好不好？把衣服谈一下，欢迎价格499，然后现在这么逐渐到手价是259块钱，来到计时，五、四、三、二、一，来上一下吧。就你链接刷新即拍。好嘞，没有问题，谢谢大家啊！只想要，只想要阿普啊，都想。都想来到我们直播间，朋友们，那阿普学长，大家就说，比如说你这一次来之后，大家看到你了，但是哎，划过去了没有点关注。下一次如果说你再来的话，哎，收不到消息怎么办呢？大家应该怎么做呢？那是不是就点一下关注就好了？是的，对不对？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点一下关注，然后下一次我们学长来直播间的话，就能够啾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好不好啊？谢谢大家。那我们把这个先，我怕你热。我怕你热，然后包括挺暖和的，然后这个衣服本身也很保暖，也很保暖，所以在冬天穿到我们阿普学长设计的衣服的话，都是很不错的啊。哎，宝贝说，哎，大家想看，想不想看阿普学长晚会所穿的格纹外套呀？想看，想看。大家想不想看阿普学长晚会？卖疯了那个格纹外套，那个卖的非常非常的好，也卖疯了哈，也卖的很好。就说阿普阿普阿普，每天就问阿普学长要穿什么颜色。没事没事，然后待会儿的话呢，我给大家试一下。给大家
没事，待会给大家试一下，给大家试一下，好不好啊？啊，我想问一下阿普这毛衣什么？朋友们，您不用管阿普穿什么的码数，对，我们阿普选上的码数呢，就是适合自己这样的码数的。你是什么码就什么码，你穿什么样的码，对，按照你的码数来，好不好啊？公主请理性消费。虽然今天我们的阿普来到直播间，但是还是要公主们听好了，想理性要一定要理性消费啊，理性消费。然后接下来的话，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那就是这个毛衣，给大家上一下。这一个我真的好爱，这个应该也是卖疯了哈，这个卖得很好，这个是卖得很好，真的，这个真的卖得很好。刚上新的时候，然后就这件衣服，然后问的比较多的98以上都是问这件衣服的。然后这件衣服有很多的这样小巧思，我想问一下，这衣服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也是阿普学长设计的啊。然后两个颜色，一个杏色的，一个是蓝色的。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流苏呢？就是流苏嘛，就是流苏，来，就是看一下，当时在设计一下，对，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是，哎，我就是突然间想到，我为什么要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星星的？为什么加一个这样波浪号的？为什么要加一个这个这样流苏的颜色？就可爱，就是可爱。那为什么这种流苏的感觉呢？我觉得在毛衣上面有这种流苏的这种设计，你会觉得有一种误解，就是这个毛衣是不是没织完？哦，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衣服是 No.1 的联名嘛，对对，很多人在想就是我们要成为 No.1、但是一定要去你当然是可以有心中的很明确的目标，有一个很明确的梦想，是，但是在完成它的过程也同样是做更很重要的，是的，所以我们就在衣服的设计上呢留下了这么一个念想，就是这件毛衣好像没有织完，好像没有织完，它在完成它的使命，它正在完成它从没有织完到织完的这个过程当中，哇，这也就暗示了大家在去寻成为 No.1 的这个旅途上啊，完成目标，实现目标很重要，但是整个过程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哎，朋友们，我这是今天首次听到这样的话，哎，我觉得说的好好，哎，真的，大家都泪目了，真的，大家都泪目了。现编的，现编的。但是也从你嘴里说出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后面还有一张的小宇宙，这个小星星。对，这个星体嘛，这种感觉啊。因为它既然已经有这个五角星的星星了，当然还有一个稍微写实一点的这样的星星。还有一个小太阳的这样感觉。对对对。对，是一个小太阳在下面。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家里面的刮蛋、刮痧、刮个乐，是不是贼喜欢这件衣服？是的，因为有这个小毛线，有小流苏，他们一直家里有猫的同学们谨慎购买这件衣服，因为买了之后，这件衣服就会成为他们的游乐场、你下去逗他们，你身上这个东西在这些流苏在他们眼里就是玩具，硕大的诱惑哦，对，就会这样。好可爱啊，来吧，我们把这毛衣给大家弹一下吧，毛衣给大家弹一下啊，来，朋友们，这个毛衣呢，也是我们的阿普也会，就是我经常会在很多的机场路透照里面也会看到您穿，不管是穿杏色也好，还是穿蓝色也好，两个颜色都是很显白的，好不好？来，今天的话呢，天天穿真的，哎，过年朋友们相当于是个战神袍了，过年是不是战神袍了？我觉得朋友们这两件衣服都是可以，包括在我们的这个领口这儿也是有 study 这样的刺绣在的，我们衣服比较偏宽松型，然后你下面穿牛仔裤，也是女孩子穿鲨鱼裤都是可以的啊。来，我们还原价格呢是599，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到手价279块钱，准备好倒计时，5、4、3、2、1，来上一下。好，朋友们，如果说个子偏小的话，您可以穿一个 S 码也是行的。刚刚我们阿虎就说了，家里面有小猫咪的，谨慎去穿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玩这样一个玩具，好不好啊？确实挺好玩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可以让阿虎比一下衣服吗？可以的，您稍微比一下吧。我来拿一下啊。是的，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码？这个是一个 L 码的。L 码。这 L 码的。朋友们，这阿普学长就是穿在身上之后，这个杏色是这样感觉啊，还有一个是蓝色的，蓝色的，这蓝色的颜色就饱和度要更高一点，要更高一些，对，但是饱和度更高，在春天或秋天，对，然后在人群当中它比较亮眼的一个多巴胺配色，对，是的，对，就是所以要为什么要出两个颜色呢？你想要这种饱和度高一点的蓝色，想要这个素一点的白搭一点的，哎，
就这个杏色，对不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要不然就说蓝色好看，要不然就说这杏色好看，而且这衣服是有点的重量哦。是的，是有点重量，机洗水洗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啊？来吧，朋友们，我们这个再来上一下链接，我们就看下一个喽。来，准备好，朋友们，到手价是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啊，还原价格599，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到手价679块钱，准备好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来上一下，好。好，现在的话呢，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试一下这个衣服好不好，然后的话我们给大家看，哎，阿普的设计的这个三件套好不好，还有一个礼盒，三件套了，来我们坐下吧，谢谢，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呆呆的站、我呆呆的坐在凳子上，好来吧，哎，这一个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礼盒，这个礼盒我们直播间里面就是除了今天之外然后其他时候是没有上过的、这个礼盒为什么当时要是来阿普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礼盒里面有什么吧，礼盒里面有什么，对，礼盒里面有什么，就是帽子袜子还有这个围巾，好，就是大家冬天啊出行可以用到的非常实用的这个三件套，大家想看你戴围巾，冬天冷了，对，戴个围巾，暖暖的。哎，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两个色儿搭一块还挺好看，它都那种比较颜色比较偏温柔型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就是设计帽子的时候，是灵感是在来自于家里面哪个小猫猫，或者说来自于哪儿灵感呢？哪个小猫猫？就是反正猫的耳朵都基本上也都长这样嘛。您当时说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帽子，原因是？对，就是很舒服，你戴着你感觉就有一种信念感，你就像一只，就像一只小猫一样。对，你看，天天看着这个猫生啊，觉得他们很幸福啊，天天醒了睡，睡了醒，醒了吃，吃了睡，然后不喜欢挠一下。对，有时候你就想啊，你也变成一只猫好不好？那么你就戴这个帽子，就戴这个猫，戴这个猫子哈，戴这个帽子，喵星宇，假装在这一个瞬间，戴这个帽子，对，开镜头，戴这个帽子。戴这个帽子，朋友们，以后这不叫帽子了啊！我的喵星宇是帽子、好，然后呢，这个咱们的这个为什么设计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袜子呢？或者说为什么要上面？因为冬天保暖嘛，就是尽量做一个厚厚的长袜，然后前面还有这个模仿这个。咱们这个就是从头到脚这个小猫咪的元素，对，要给足嘛，对不对？你只有猫耳朵，你没有猫爪，你不是一只合格的猫，对不对？不是一只合格的猫。所以这个前面我们也设计了像模仿这个猫爪一样的感觉，还有这个肉垫儿啊，这个是你真的可以试一下，这穿着真的不一样，防滑是吗？就是反正很有趣，这个设计，这个小肉垫儿真的很有趣。你穿了，你买回去穿了踩踩地，你就知道了，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是怎么有意思的话，大家可以来，就是自己拿回家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啊。而且上面还是有这样的小铃铛，还有一张小猫耳朵，都是在的。对呀、就是猫想要的东西都有啊。都有，还有一个是这个小袜子，对，这小袜子也非常非常可爱，手感也非常非常的好。是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袜子，就是一双袜子，对，平常我们能够所穿到的，而且呢，其实这个袜子比如说女孩子哦，穿一个鲨鱼裤，然后把这两个小毛毛球露在外面，都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对，这个小毛球也是很可爱的，而且呢，其实在这个盒子里面，除了我们有帽子、两双袜子、一个围巾之外，还有一个怎么讲？这个卡片小贺卡，小贺卡、是的。我们的冬天需要一点可爱的温暖，所以我们冬天的这个温暖礼盒啊，伴随着一句朴素的祝福，希望大家冬天多一点可爱的温暖。是的，也是阿普学长，然后写完之后我们是复刻给大家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啊，阿普学长来，本身我们整个直播间也好，我们的大家的心里面也好，都已经很温暖的了。包括我们的礼盒里面，不光是有帽子、围巾、袜子，还有我们阿普学长给大家手写的这样的小贺卡，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把它拿回家，好不好？我们把链接弹一下，好不好？来，准备好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来，刷新计划。是的，现在给大家上好了，给大家上好了，谢谢大家。天哪，阿普学长真的是你来，我真的太开心了。但是的话呢，
我们现在我们 UP 学长，我们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马上就要离开这个直播间了。但是后续的话呢，还会我们 UP 学长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但是呢 ，UP 学长您在哎今天来了，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礼物？哎、很多观众朋友们等了一个小时了，就等这个环节来吧。我们还有一张亲签送上。对不对？是的，亲签是在后面，要不然我们现在既然带着这个围巾，既然带围巾的话，要不要我们把围巾来带给大家？哦、围巾哦，还哦，这个围巾还没送，忘了。是的，是的，来啊，先送围巾啊。好，先送围巾啊。啊，我觉得好可爱。先送围巾，请客，给大家请客围巾哦，巾给大家请客围巾。好，围巾。是的，来吧，我们现在朋友们，我们喜欢围巾的、想要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右上，我们可以在左上方来去参与一下，好不好？嗯、来，准备好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来上一下。好，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上了之后，然后UP学长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直播间的学分朋友们来说的吗？哎，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好。还有环节我忘了吧？好。没有了，没有了啊！还有什么？哎呀，今天来到这个Number One直播间做客，非常的开心。你的确是很久没有来了，对，很久没有来了，很多观众朋友也很久没有见了，对。所以，今年争取常来。对，如果想要及时的看到我来呢，就是不仅要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之前肯定是会有直播的一些预告啊什么的。对，如果你担心这个也没看到呢，你就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我们下一次要是我再来到这个直播间，你就。看得到了，是的，第一时间发现了，是的。嗯，然后这是UP学长给大家这样一个新年祝福。然后其实我作为 Number One 的主播，也是UP学长一个粉丝，也是想有话跟我们UP学长说的。您在这个书里面的封面上是有写的，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这句话是你给我们说的，同时呢，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其实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不同这样的角色，不管是我们这样的设计师也好，然后作家也好，然后是你也出歌也好，你就非常非常棒了。希望您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谢谢，然后就越来越好，真心祝福越来越好。这个祝福也反弹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反弹好，来反弹给大家，谢谢UP学长，谢谢。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UP学长。哦，谢谢你，谢谢。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坐坐，好不好？好，来谢谢。那我UP学长还有事情，还有我们的后续工作。拜拜，谢谢大家。